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，因为这个月亮里面有磁铁，所以它被地磁导向方向，就好像是太阳是从我们现在的方向射，从正前方打过来的样子。所以这个月亮如果是在太阳的地球跟我的头就地球哈，地球跟太阳中间的话，我们现在看到是月球的背面，就是没有光亮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转一点点角度，可以看到 ，OK， 好。因为就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弦月出现了啊，再继续啊，就可以看到一半的月亮出现了啊，那再继续找的话，哎，开始快要满月了啊，满月，这是满月的月亮啊，满月的月亮啊，那个手不要管它啊，那就继续转啊，到17、18的时候开始月亮又变得缺角了 ，OK， 好，继续走，哎，又变一半的月亮而已哈，再继续走，转到我们刚刚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又变成啊朔，就是看不到月亮新月的地方，农历初一的位置 ，OK， 所以这个焦距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看，假设阳光是从一个方向打过来的时候，月亮阴晴圆缺的样子就可以看得见了。